好温馨，这个节目太好看了，快去看吧。太多词了，好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啊。本节目由喝一口追星更有派的莫斯利氨酸奶赞助播出，美颜美味都给你最好的。够感才给力，采访变综艺，你好明星，你好水瓶座，彭大大叔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是水瓶座，原来我是这样啊，哇哦，太不可思议了。我可以中立吗？对，因为我没有要讨好别人，但我也没有很想别人讨好我。越吵越熟悉，越熟越着急。越熟越烧，不吵架的，不爱吵架。可爱可以吗？要看自己像傻子，要看谁都像傻子。自己像傻子，自己不会像傻子。错的。对才华喝彩哦，这个一定是为才华喝彩的。我每一次写完一首歌，我都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厉害？我怎么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的？哦，太厉害了！我做可以，你做不行。也不对，我觉得可以一起做。对。坐在马路边上喝啤酒算不算？哎，去电影院乔装打扮自己，戴个假胡子，这样大串胡还可以，我觉得还挺帅的。就有一种怀疑人生的感觉。关于华晨宇腰很好的传言，你想说？哦，我下腰很厉害的，我玩那游戏得了第一名，我都第一名了，应该还蛮厉害的吧？自己都前六年在社交上掌握什么心境吗？不断的问为什么，比如你好，我叫华晨宇，为什么？为什么呢？我爸妈急了，他们也没跟我商量。你只能称呼歌迷，对你来说，歌迷和粉丝的区别是什么？歌迷，他们迷我的歌吗？可是粉丝不是，我每次听到粉丝，我就会只想。吃，不能想下去。对，吃了好奇怪。你觉得华晨宇的构成是填空题啊？是有百分之多少的奶加百分之多少的奶？奶，百分之零的奶吧？我没有奶啊，我不是母牛。啊、我不是母牛。玉是迷人的什么？哈，那迷人，哼，七八十吧。如果要上面做一项玉的动作的话。瘦的人吧，瘦的。我把一下助理叫起床，我助理吗？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手机是全部静音的，后来他们就想个办法，就是提前半个小时点一个外卖，我就必须要起来，因为是吃的嘛。你要外卖啊？然后我想谁给我点的吃的，然后戴口罩。对，先生你好，请问您是？朋友邀约你吃饭，忘到现场发现是个相亲。我可能会只吃饭吧，我想，哎，饭来都来了，饭吃完再走吧。我每次听到粉丝，我都会只想吃，我就必须要起来，因为是吃的嘛。那我一定是因为饭才去的吧？然后有三个角色，看一下哪个咱们最大。好，第一个是渣男，第二个是初雪糕爱好者，第三个是真人版哥斯拉。初雪糕爱好者吧，那个实在太难吃了。哥斯拉挺好演的，我就啊就行了。怪兽不都是一直啊，然后那所有人跑啊。别人安利东西，这个节目太好看了。你好明星，你好明星，这个节目太好看了，快去看吧。它能让你了解星座，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反正就好看。太多词了，很难形容啊，好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东眼西嘴南耳，我是华晨宇啊！哦，你有三个兄弟，所以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知道是什么了，北鼻毛。北鼻呀，北鼻，北鼻呀，北鼻。明星迎接宅男挑战，视情况分别举牌，我敢和认怂，认怂超过两次即认证为怂王。我可以全认怂吗？要惩罚的啊？那我就全敢吧。然后超过两次，我就怂完了。怂完了。怂完了。
那我是全赶就是赶王对吗？对，好吧，我就赶王吧。如果为了音乐它要是一个很浪漫的歌的话，我当然敢牵个手，有什么不能牵的，真的是。我有牵过人唱歌啊，是啊，歌迷为什么不能牵？我连别人都能牵，为什么歌迷就不能牵？为什么不能牵？我连别人都能牵，为什么歌迷就不能牵？说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成熟很多的好歌。我认识人都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小一点吧。哦，对，我二姐夫，我们是一家人。袁弘，他有段时间留了那个特别大的胡子，然后我每次见他，我都想叫他叔叔。做一个可以收录进华晨宇半晌合集的表情。嗯，来吧。我真的不会，我怂了。犯啥？怎么犯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可爱点的。我这里我只认识蘑菇，这个黄的是什么？巴巴巴巴巴娜娜。那就香蕉吧。我胖到过130斤，当然敢。哼哼，接下来嘛，接下来要胖到130斤还蛮辛苦的。干吧，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胖到130斤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想让我一个男生脱，脱也我也没什么好脱的，脱了。就跟你们在家里面看到爸爸夏天脱着衣服在沙发上看电视有什么区别，真的是真的真的有什么区别。我演唱会是11月2日跟3日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场的一个摇滚现场互动的大型演唱会，有机会就来，没机会也没关系，明年还有。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啦。